然后他就讲，他就顶你们一句什么鬼哦，信不信？信不信？他一定顶这句的什么鬼哦？很奇怪哦，我很少看到人呢，很少看到人会直接来，叫黑色燕山的，就是欧文是第一个，就很听不惯的一个称呼他的方式，因为通常呢，我们就是叫他，我就叫他宝贝，不然就是不然就是什么，不是宝贝就是贝，就是这样哦。就我很少看人家是叫他的全名的，就是很奇怪，明白吗？就是很奇怪的感觉。我现在找一个小纸袋，可是我很像找不到纸袋。好。来放上去，先用一轮水拿完下来，是不是多余了？是叫他黑泽，对，很多人就是叫黑泽啊，不然就是就是黑泽咯，就很少看到人家的阴山，就是很，他给我一种很，他讲，欧文家只叫阴山呢，就我觉得很奇怪。没有，是因为那个不是，那个是因为他。那个是因为他叫什么？因为他叫，因为你放 Facebook， 等一下先，这个产品是